接下来要进入到前五名。哇，前五名，隐藏的 Top 5。哇哦！第五名，胶原蛋白冻。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个？真的，最重要，这很重要的，因为女生要越吃越漂亮，就一定要吃胶原蛋白果冻、美姿冻，而且他们是来自于大厂，品质又有保证。哦，我今天带来的是就是台湾女生最爱的飓风葡萄口味。前面那边有大哥，嘿，哦，就这个。对，哇，因为我前阵子，因为我上一个礼拜啊，就是出外景，然后我一天大概就可能只睡个三四个小时，因为我们要上山下海。你去哪里了呢？我们去了阿里山。哇，阿里山有海？没有，还要去屏东，就是一天一两天。好呛，好呛，怎么这样子？但重点是，徐姐这边呛的，好呛哦。Q 对不对？ 对， 对，我要说的是呢，我那时候出外景啊，我们大概去了一个礼拜的时间，然后我大概到第四天的时候，我们的执行企划就跑来就跟我说，雨桐，你都不会累吗？你怎么看起来气色这么好？哦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我蛮累的，为什么看起来 OK？ 我就后来想说啊，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因为我包包都会带着这个，因为山上其实没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你没有便利商店，你就是可能你就带个这样甜甜的在身上，然后一天吃个两包就这样吃，就可能因为这样就 keep 住我的胶原蛋白。哦，我觉得女生胶原蛋白真的很重要。什么 ？Q Q 的，真的是他可以。老师，而且我觉得这样子拿来自拍也很趣味吗？好吃，很好吃。我觉得女生呢，就是胶原蛋白这个一定要 keep 好。虽然之前就是专家都会说，可以吗？一天可以吃几个？一天可以吃两包，好吃，也很好吃。而且贪小便宜的可以吃三包。重点是女孩们多吃不要怕，因为它只有16大卡。哎，吃起来甜甜的。偷三明，甜甜，甜甜的开心，甜甜的香餐，因为每天都吃这个，对，很香，而且要吃起来。这个我不用试吃，我常常吃，它有很多种口味。那通常啊，专家都会讲说，我们可以食补，比如说胶原蛋白，但是你知道吃到猪脚，通常我们的脸还没有泡起来，我们都会先泡我们的肚子。高了，但是呢，他们家美姿冻的胶原蛋白是一般胶原蛋白的1/2，就是它的大小是非常小的，所以我们人体就是很好吸收。然后里面它又有维生素 E， 它又抗氧化，所以它就可以把我们整个气色就顾得非常的好。对，然后这很适合，尤其是皮肤。皮肤很重要，是不是一直强调要胶原蛋白？对，保湿度也会比较好。因为你没有胶原蛋白，会真的看起来老。比如说你去买个茶饮啊，或是这种就是微糖一点点，就是热量是高的饮，对，就是微糖的这种饮料，然后你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美姿冻切成这样碎片，就让它取代粉圆啊，还有取代珍珠。一颗那个热量太高了，多一点啊，不要多一点，多一点啊，再少，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啊，对，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，哇，口感很好，好漂亮哟，好漂亮啊，味道又很不错，老师尝尝看，这里吸管，吸管，老师来，哇塞，老师你那个饮料是什么饮料？柠檬的气泡水，你要不要？哦，柠檬气泡，对啊。那你为什么不那个整碗倒下去？因为它可以放在别的地方。还要套，对，还要套，还要套别的东西。要不要来？哥，你喝你。这样好健康，好多，真的。哦，怎么样？449，又好吃，又养颜美容，又不会变胖。好想吃点零食，对，淀粉类的圆。太胖，对，取代。让我吃到这个甜点的口感，可是其实又增加了养颜美容，很漂亮，气色会好。那它现在也是有优惠哦，它现在有优惠哦，就是三盒再送你一盒。哇，那是我们每天要保养的，买三盒再送一盒，其实差很多。这种量大的话，团购就很多了。这个算划算吗？划算啊，每天划算的。好，第五